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家教圆桌节目，我是西蒙。大家好，我是龙马。嗯，我是郑青。我是四十二。哎，今天我们就这几个人没精打采的、啊、他才没精打采。我是郑青，晚上晚上没睡好、嗯、对，玩太多了、嗯、这不眠不休啊。是，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只狼啊，初体验。一般这个大的这种特别流行的游戏，我们还是想这个趁这个机会可以聊一聊的，简单聊聊，对，简单聊聊，而且这个还是得像咱们栏目是有感而发，有感而发。这个游戏玩完，大家我感觉都很有感，就每个人都能说出很多自己的，那太有感了，对人生的新的感悟一样，是的，没错，这是真的，对，大家都觉得很值得聊一下啊。关键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就是咱们那个公司那群里，其实很久没有说针对一款游戏，然后竟然能长达不眠不休的连续巨长时间的讨论，是是，就狂刷那种，嗯、天天研究，天天研究，然后来办公室之后，大家也都在聊这个，就是不停，所以每个人都有特别多想说的可能感受吧，嗯，对，是，但不是从何说起，我是真不敢说，因为说实话，我现在进度，你到哪儿了？就我现在刚把七本枪打完，然后已经到了这个嫌疑狼那块儿，我在七本枪前面。哦啊、我们俩就相当于没玩儿、嗯。我们俩现在进度差不多，是就都刚打完蝴蝶夫人，然后我去先锋寺转了转，然后发现也不太敢继续探索。然后打完蝴蝶夫人就算是打铁入门了，是就是绝对算了。他们俩是已经进入那个甜蜜区，应该是正是最好玩的时候。对对是吧？对，是我是发现好玩了，特别好玩。对，那你们可以是玩的少的可以先说，我可以先说是吧？因为这个我先说吧，反正因为我玩的最少，因为只狼一开始我玩就是比如说。打完赤鬼这部分，我刚才节目里说，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当时玩只狼没有那个劲儿了，就是没有当年拿到血缘的时候，我拿到血缘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亢奋到不行不行的那种，就是我死活都要一直一直。可能跟题材有关系，哎，对，吸引程度有关系。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游戏，我当时玩到赤鬼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 demo 也玩了嘛，就是我能明确的体会到这游戏真好，无比的优秀，但是我不爱玩了。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准确的描述这个感觉，就是皮了。我甚至把这游戏删了，你知道吗？删了吧，删了吧，一周我就扔那儿了。我那个，然后我去玩那八位自由什么的，就，然后后来就都在玩。我觉得还是打一打试试。还是有些社交压力，对对对，太他妈有社交压力了，这太有了，对，太有了。然后就，而且这个后来就把什么鬼行部，然后狐狸夫人都打过了，而且这个其实这些都直播打的，就是。嗯，我有一点觉得特好，就是这个游戏，首先先说布逃课的打法，一会儿我们再聊逃课这个事儿。你先说什么叫逃课吧、啊，其实我也今天刚明白这个，是吧？最近都在用这个词儿，对，都在用词。但是我后来跟几个这个玩黑暗之魂什么，就是 From Software 游戏老玩家说、嗯、聊这个逃课这个说法，嗯、就是第一次最早最早的老师是魂二，嗯。是魂二的周复者周老师，对啊，因为那个周复者很多人这个我记得是劝退的 boss， 当时、很劝退，他是好像是第二个，是强烈劝退的一个 boss， 反正就是你爬到那个城墩上、嗯，然后他下来了，对对 对， 对，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正常的那个瞎他妈乱滚打他比较费劲，然后这个比较正式打法不是弹反嘛，嗯，弹反，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办法就是拿弩箭去打他，然后就是降低难度、嗯，然后这是最早的。算是可考最早逃课吧，最早的、啊。它旁边有一个弩可以用，对，那个是游戏设计给你用的。对 对， 对。然后你从这个角度出发，魂系列就是一个逃课游戏，因为它大部分的 BOSS 都有机制，真的都有机制，然后都去查。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就是逃课这个说法，在这个只狼里变得特别多，是因为它的 BOSS 这前几个关键节点的 BOSS 战都特别有教育意义。然后他真的是在教你一些东西，嗯，如果你逃了，也就逃了。但是如果你就是不逃课打完，真的是那种就是很蜕变的那个感觉。因为我 ACT 玩特别差，那真的，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我玩只狼一开始我觉得体验特差。那意思就是 BOSS 都是老师呗，是你得好好跟人学啊，这词儿就这意思。是的，然后就你早晚要考面对这个考试。对，如果你在某个地方用他们说话所谓逃课了，后面你会付出代价的。对对，就这种，他不光是就是
打铁是这个学科吗？是这个专业吗？对，这专业里边它有细分的小科吗？打铁系是吧？对，它有具体小课。你比如说那个，我就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这个紫衣服的忍者就被称为老鼠，就在这个游戏里边，你可以一直逃，就是因为你孤影重，对，孤影重，你可以不打它，因为你打不过它特别难嘛，就是它特敏捷那种，然后踹来踹去的那种。是你们说在那塔顶上，你有时候能见，对对，那个是你最早见到的嘛。后面后面特别多，就这一类叫孤影重嘛。你不打它可以，但是你一直打到这个游戏结尾的就是临近结尾的时候，你会遇见一个小精英 boss， 就是他会把那个大 boss 门给堵住，就是你必须得打他，就是逃那儿的时候，然后你我就是一直逃，一直逃，我就一直去避免打他们，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我必须要打他的时候，然后我就得从头学，然后打好一个小时，对，然后等我打完他以后，我再出来再打孤影众们，我就特别平常那种了。对，就是因为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大集合。对，我特别想说，就是这种就是心态的那个变化。我当时第一次见到苦行部的时候，我说这他娘怎么打？然后我有个朋友，那算是老师吧，他说这个 boss 非常简单，你先想好，这 boss 就是非常简单，你可以不动都把他打过。我说我是步兵打骑兵，我还在不动呢。我说这个。然后他说：“你就好好的看他的动作，一刀一刀的弹他。”嗯，我说：“啊，还能这样？”说：“对。”他说：“你就一刀一刀一刀的弹他，然后不许退，不许躲，就站正了。”然后我就一刀一刀弹，磨了两天。嗯，然后就是你打完之后，你就意识到说，这个游戏最高收益的那个系统是其他 ACT 里。就是给高手玩的那个系统，但是实际上是引导你所有玩家去用它，你越用，就是你乍看之下很难，然后你会越来越熟练，然后那个正向的反馈刺激就是无以伦比，就是很难想象，就是我可能放在我打鬼行部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能这么玩这个游戏，对，但是我最后就是打鬼行部打完，我都没砍他，一刀没砍他，就生生把他砍死了，然后我就是弹死了，对，我说我这游戏就一瞬间就不一样了，这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是，而且现在游戏特别难给这感觉。就是你俩打过这蝴蝶夫人，我感觉就是一个就是魂游戏戒毒所。你在蝴蝶夫人身这儿就把你所有的过去习惯都给你戒掉了，要么就别过，对，要么你永远卡这儿。我是第一个卡的 BOSS 是什么呀？我第一个卡的是赤鬼，但赤鬼是一个明显不符合这个后面整体 BOSS 这个风格的一个。你当时跟我说，它是一个向魂系列致敬的一个 BOSS， 不是致敬，就是这个魂玩家玩这个打它不一点都不觉得难，对，是一个特别黑魂就是设计思路的一个。他就让我感觉特别黑魂，就是我明显知道他就这五招，对。然后我就超两顿就死了，就是因为自己的不注意而导致就是打不过嘛。对对对，所以我在那卡了好长时间，但是确实没有感觉到大家都在聊那个乒乓啷啷的。他就五招，但是你每一招中了都是死，对，都是这就给你带来巨大的压力，导致心情紧张，然后非常紧张，对，然后手也很抖，就是就是这么一个那种感觉，对对对对，然后亲亲抱抱举高高。然后第二个蝴蝶夫人主要是我也没有怎么逃课打，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 boss 最简单的打法是压着他打。对，这游戏是另外，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从来不记得我压着哪个 boss 打我 ，boss 打我都是在跑啊。然后蝴蝶夫人就是一个越跑越完，越跑越完。然后等到你渐渐的看清他的动作，然后熟悉他所有的技能，然后有一个阶段就是觉得我操，这技能根本就躲不了，这怎么打呀？就没有个解啊。然后后来直到我压着不停打就过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种。就是他表达了一种就是剑戟篇或者是很多武士题材作品里想表达那个就是你在战斗的时候刀剑战斗的时候你就往前对不要退这个感觉它是一个就是他没有明确的说在这个游戏里反复给你灌输但是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这样的就是你顶在他脸上对然后看清他的动作然后不要怕你就过了这个游戏会带给你一种完全的观念上的变化这个感觉特别好我是觉得这事儿真的可以拆开来说是对罗马你玩完一周目了你聊聊这个战斗系统方面的因为我特别想听你因为我们俩现在面对的 boss 我们这对屈指可数入门老师只有两个蝴蝶的话面对后来的孤影众的高手蝴蝶就是很菜了是吧对是孤影众的那个忍术要比蝴蝶厉害多了就这我还卡五个小时呢对是啊，所以就是你听你聊对他这个就是其实动作系统我也挺想是说说我的看法的，就是但很多人会我先说一个现在这个咱们社交这个咱们社区里经常见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哎这个拼刀这个事儿古已有之啊，是啊，又不是这个之狼这个开创的啊，为什么这么吹他？你比如说人家我们这个
荣耀战魂啊，对吧？不也 不也是主打勇者吗？但首先我先说这两个游戏的这个思路啊，想表现的东西就不一样。就是只狼是一个把系统尽量去简化，嗯，它追求的是让你体验那种就是比较直觉和肾上腺素的那一层面的那个感觉，对，就汤汤汤啊，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它不需要你去我要辨别方向啊或者什么，它就是想让你要那个紧张那个点，这是它想追求的一个点。然后那个 For Honor 就是荣耀战魂那边的，它其实是一个斗大脑的游戏嘛。对，当然了，高手之间对决肯定也是这个要拼这个就是肌肉记忆啊什么的，但是总体上它的思路是一个拼大脑的游戏，就是两博弈这个力回啊，对，我左你右啊，然后通过我这个武器长短不一样啊，怎么样我有优势啊，速度啊，它是一个博弈大脑的游戏。然后这个黑虎那个这个只狼的快感更给的是这个组，我觉得是这个小脑这部分，就是反应了一下这个魂系列吧。虽然说它应该不算魂系列，但是整个这《防他们二》这几年来，这个十几年来这个游戏里，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强调小脑功能的一个游戏。之前大家老说回合制这个动作游戏，是它讲到的还是策略，对，策略和控制，找到方法，就像你说逃课这个事儿，对，其实除了那种用弩这种就是很极端明显的故意给你设计的这种控制以外，其实游戏中因为它有法术啊，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血缘有枪反啊，嗯，当你找到了一个捷径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对我很难说这是逃课，因为这是游戏给你的，是给的解，而且它支持你鼓励你这么玩，对，各种远程武器啊，各种法术啊，是的。你像黑魂一里这个咒术前期很强的时候，嗯，咒术本身就是逃课学，对，咒术用好了，这游戏你都逃过去了，对，是就到这个程度，所以他是鼓励你这么做的。对，但是到智狼里，他反而是就是很集中的，他可能鼓励你去观察地形啊，嗯，暗杀也可能稍微可以降低一点难度，但是你终究还是他鼓励你要学习这个游戏中最核心的这个战斗系统。嗯，那我觉得他这个战斗系统的一个就是和以往动作游戏最不同的点，就是刚才其实42有已经提到了，就是包括鬼泣也好，就是忍龙也好，嗯，所有的战斗游戏，甚至包括格斗游戏，嗯，就是核心就是一点，你别打着我，我躲你，对，我打你，对，这个是迄今为止啊，就是动作游戏，至少是基础系统。对，其实我们反过头来想啊，就是动作游戏，就是说日本做的好嘛。其实我们老揶揄这个欧美动作游戏，就是手感差、啊，打击感差、啊，对。但它思路不一样嘛。我们再说，就是动作游戏做的好的日本这边，其实无外乎这么几针，就是卡普空系的，嗯，就是包括白金嘛，这不都一针出来的嘛，对吧？然后这个世嘉这条线上的。甚至包括这个托库摩，其实是世嘉系出来的一个格斗体系啊。基本上就是能做这个的就很少了。你说什么光荣做的无双什么的，也天天被揶揄说是养生游戏，根本不是动作游戏。对，所以就是世界上能做这个东西的本来就少。对，守一会儿。对，所以其他就是刺激级的去学习动作游戏的时候呢，大家学的就觉得说啊，那鬼泣啊、魔女啊这些似乎就是最王道的动作游戏。对，动作游戏做的最好就是这样的。嗯，他把大家的思路固化住了。对，就是我躲，你有一条血，我有一条血。看那我躲你，你砍我，我砍你，看谁先把这个血砍没，然后就是剩，这是动作游戏的全部了。有些动作游戏会以那种所谓的前后摇，比如说他这一招有比较大的硬直，然后我抓这个点。还有像一些比较极端的白金这种，就是先有闪避后天嘛，对，一切系统都是闪避触发，对，甚至是闪避变成核心系统，对，模拟时间，对这些，对。然后只狼的这个特点就在于他完全打破了这样一种这个思维，就是我不躲，他甚至会惩罚你。躲想要躲的这个想法，对，跟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教学，我特别想说，是因为我去年，因为阿斌和这个系统忽悠我，然后再加上忍龙黑那个重新上嘛，啊，玩了一下。其实忍龙那个基础操作其实就是以滚带走，然后它实际上是我只要站着我就在防，嗯，但是我要看清，但是怪会破你的防嘛，它是有投技嘛，然后围绕这个，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躲闪避为主的这种避战，利用你怎么样不会被打到，比如无敌阵，对对对，哪些动作是无敌的，哪些动作可以破对方的这个硬直啊什么的，这些啊 是利用这些的。然后只狼这个有意思就是地方，你发现很多敌人特别强力的招数，你可以用你的攻击打断他，对，就是那个威出来，你的第一反应是我操，躲躲躲，但其实这时候你只需要砍他一刀，对，你要做的只需要砍他一刀。对，而且跟题材也有关系，就是这里边没有那个特别克苏鲁的东西，他就是你对方也是忍者，你是忍者，对方一度我以为要有了，不是，就是后来没有。就最夸张的就是你会发现你打时间太长，就当你死的变数足够多之后，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对方的动作你也会见到。就我打干爹，这就不算剧透了，就是就我打干爹的时候还不剧透啊，我被他看破，我被看破，嗯，就我会见到，就是说如果我对他用突刺的话，他有的时候就如果他不硬直的话，对，你会看到那种不常见的那个的那个套路出来，特别有意思，对，就是等于是你俩是完全公平战斗，甚至你有的时候有一种幻觉。
觉，你感觉对方是人，就是你在觉得对方在就在寻思，在 PVP 的，尤其是你在打 boss 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 boss 他有时候连续四五秒钟他不过来砍你，你就会意识到说不是这逼他在等那个他自己驾驶槽，他在等自己的驾驶槽往下降，就特别贱，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系统它远比看起来的，因为它非常简单，对，超简单，真的非常简单，而且就是基本上所有人一看就懂，但是呢，它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能说它本身有多少深度啊，就是它意义很大。对，我觉得算是打开了一个思路，就是说大家所有做动作游戏不一定要学鬼泣，因为这两个就发售这么近，对，鬼泣算是最老牌最传统的那个走到极致了，对，画面啊什么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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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家觉得好玩，然后只狼一出来说我可以不这么做，对对，这特厉害，这个很厉害，因为在这之前其实这个黑魂三代里啊，咱先不说起黑魂三代里，就是我比较质疑宫崎英高对于这个游戏玩法的这个变化，这个功力吧，嗯，因为一和三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嘛，对，其实在一和三在比如说 PVP 上，嗯，或者是在这个就是各种武器多样性什么各种设计上，其实这方面二是最好的，对，是啊，二是最好的，二虽然我对他其他有些地方有些微词，但是其实二是非常好玩的，对，对，他对于这个就是这个所谓这个魂这一系列的这个在这个既有框架里，我怎么能让他变得玩起来好 ，PVP 也好啊，打 boss 也好，变得更有趣用的。它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玩本身的体验。对，这个其实比宫崎高自己做的那两个能耐黑魂要更优秀一点，嗯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宫崎高可能在世界观塑造啊，游戏的这个叙事能力架构设定，就是他很个人的那些就是很范儿的东西上啊，那个东西是他的拿手。对。但是血缘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他也可以做得很好。是。其实血缘和智狼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血缘其实那个系统也非常简单。对，我就是武器变个形，对，就是变个形，嗯，对，就是你会觉得哇塞太酷了，对，就是很提炼这个东西，然后包括那个只狼也是，我就是弹个刀，而且判定还特别宽松，对，早点也行，晚点也行，还不像鬼泣那个说非得特稳，像阿斌那个弹那个什么录了一下午，对，只狼不用，你反正你都能弹着，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系统本来是一般游戏里就给最厉害的高手展示一下，操，多牛！一般人用不出来。对，这游戏不是把这个提炼出来，单玩这个。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直觉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家是明星制作人嘛，对，人家觉得这好玩，可能也没什么其他的道理，那就是好玩。可能这个就不是说能够学习来这种思路。对。而且我觉得从体验侧我还有个想法，就是这个系统的学习过程非常的快乐，这个特别厉害。嗯，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动作游戏的一个乐趣就是学习过程，你了解每个招式性能，然后把它用出来。对，但是其实，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有年头的玩法设计，它现在来说，对于很多玩家来说，理解这个乐趣其实已经很有门槛了，就已经相当难了。但是只狼就是那种，对，因为现在90%的游戏其实的核心系统都是比较固有的了。对，对，比如说我举个不恰当例子啊，战神也非常好嘛，是，但其实战神那个系统。就是你没有感受到系统学习的这个很强大的乐趣，因为你知道它是要让你干嘛。对对，只狼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我开始完全不懂，对，他教育你，然后告诉你这个是这样玩这样玩，像很多人说好了完了，死亡三二开始学暴雪了，开始教玩家玩游戏，但我觉得这个教人玩游戏是对的。我们业余暴雪不是说因为教就是告诉玩家游戏他想了一个新东西，我教你怎么玩这个事儿不对，而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好玩，或者说你说学习过程是不是有乐趣的。对，我就反正就很就是。不高兴，那你还非得教我？对，这个就很逆反了。对，但是只狼这个过程还，我觉得像你说的，还是比较这个做的还比较好，就是很有乐趣。我打 boss 都打乐了，我说就再来，老师再来，再来教我。我懂了，我不服，我好像知道了，再来。这个是我不熟，这是我的问题，这我不熟。对，再来一次，对，特别好。甚至遇到最后的 boss， 就你都不会觉得说这个 boss 用特别耍无赖的，对，他虽然很强。甚至会使出一些就是那个范围就是长度啊，攻击范围啊，远超过你的武器，这其实是一种就是耍赖嘛。对，但你会觉得说他依然做出来的是人类的动作。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打不过他，你会觉得操，我有点菜。你能打断他，因为你发现你可以学好多招，你也可以做出很多很牛逼的动作。而且，只不过打的过程中，你想不起来，你不够熟练，你知道，你不够能够完全控制你这个武功强大的主角。而且是那种感觉，而且他这种他就是宫崎英高最牛逼的是叙事嘛，他这个叙事这个东西也都渗透在他的这个动作的、战斗里，哇操，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打到最后的时候打就是打这个最终大 boss 的时候，就是你发现你就是你也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招式，就到最后你会发现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很多东西是你非常熟悉的东西，到最后真的是有一种毕业期末考试的那个感觉。你打到最后跟 boss 惺惺相惜，你觉得 boss 在尊重你，你也在尊重他。你知道我玩到那哪儿，就是打那个
就是什么嫌疑狼之前，不是在他那个阁楼顶层有一个那个他们叫馆长那个人吗？啊，就是他是一个伪名流的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高手，一个高手，拔刀术那个，拔刀术那个，对对对。然后那个人的特点就是他特别菜，其实对他血非常弱，而且他因为攻击力特别强，所以他那个弹刀的那个反馈是特别有效，就是特别回馈是特别对，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但是他那就有一特点，就是他就是拔刀那拔刀术嘛，快嘛。就你必须要特别快的摁两下，摁两下，对对对。然后你唯一能够抓住那个点的，只有他那个拔刀那一瞬间，他亮一个光，亮光。嗯。然后这个昨天晚上给我的体验，整个那个那个就是整个自己内心的这个波动啊，嗯、是特别牛逼的。我到最后，我就感觉，大哥，嗯，您请，就是对，来，咱们再过招一次，再过招一次，你教教我，大哥，你好好教你。很尊重我，他很尊重我。对，事实就他就跟着坐着嘛。对，我每次出来就回去找老师练练。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之前从来没有过。之前我每次觉得黑魂里的怪物，我都咒骂他们啊。对，就我觉得他们特别傻逼，他们耍赖啊。对，什么那些石像鬼，凭什么你打着打着你喷火啊？黑魂是这种感觉，让你用一个很不就很小兵，这没什么道理。在一般游戏里，就是比如无双里，你是那个。大将就无数的招，完小兵被你无数的砍，然后在黑魂里，他那个要的体验就是你是那小兵，对，然后你要去打那些以往被玩家控制的那些特别耍赖的那些东西，克苏鲁嘛，不可名状。但是我觉得这次设定其实虽然说想象力可能没有那么的天马行空，但是我觉得他塑造了一种，就是你与敌人之间平等，特别平等，而且你并不是。就是你们之间没有落差，是就是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所以确实是很快乐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游戏让我真正意义上懂得了，就是我以前看，比如说这个剑戟片或者是那些武士题材，包括我们的武侠，就有一些那种客客套套的装逼话，之前就是觉得就是装逼嘛，嗯，就是我刚才说的，说为什么要说句参上 ，sen 又为什么，包括会说什么您赐招这样的话，我当时觉得妈的，你这些高手就是他妈矫情，但是。实际上你玩起来就是这个感觉，你就觉得，对，您请，对 对, 对，你说那个就被敌人尊重那个，他没有任何表象的表象，比如说让那怪说给你鞠鞠躬，对，跟你说说话，话用一些演出来体现这个感觉，他没有，那人就是坐那儿，你来咱俩就打，你来就打，然后你现在能感受到一种武士道精神，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通过核心系统的设计所传达出来的一种，他要的其实就是这劲儿，我们玩过游戏之后能理解，他要的就是那个剑戟。剑戟片的那种就是内核的精神，就特别和，就让你感觉浑然一体。嗯，对。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这个千人千面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个仍然是做到了这个绝对的这个足够宽广的这个多样性和丰富性。哦、就你刚说这馆长，嗯、我跟你就完全过法完全不一样。我是拿斧头生给砸死，哦、就拿斧头生砸你就是在逃课了呗。斧，但不这个你不尊重人家呀、啊，不是这叫有针对性的选择策略。是是是是，对，我拿斧头砸就是一套就60%的。那个架子槽是，然后他身上不带任何甲，对对，嗯，我只要他只要敢让我砸第二次，他就点就没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对、嗯，就是因为就知道他的那个他的刃非常差，嗯，他对他刃，而且你发现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像你遇到那个什么七本枪这些，在以往的游戏里我们会遇到一个打不过的，就说那个操太难了，特别难过不去，这回说七本枪这类的敌人的时候，大家会用一个词儿。哇，那好厉害！对，他会说，对，他会说七本枪，那看那大哥太厉害了。对，我自己老这么说。最近你说他好厉害，我操！你不打了，你不会觉得他耍赖，或者说他在哪儿就是，你就会觉得说，我操，人家这武功怎么那么高？对，人家枪怎么玩那么好？对，这是一个怎么说，在设计上很精妙的一个地方。而且你能感觉到自己就是自己慌的时候，你甚至会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就是。你别慌，就是跟自己说自己别慌的那种状态，就你别抖，因为他就那些招，你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就这种冷静的格斗感，就是无可、啊、是的，对，就是无可避免的格斗，你怎么着都不行，你必须得正面的去，甚至你一定要去压制他，就是你别的都就无可可逃，你就是必须要去面对他、嗯。每个 boss 战从这个被摁在地上打，然后逃，然后一边逃一边看，对，然后看试着去架。然后到架的过程中，他突然变了个招给你杀了。我说：“哎，你还有这招呢？”然后到第二次能架住这个招，对，然后再架住所有的招，然后过了。你知道你刚刚说这感觉就是因为我玩的没有几个 BOSS， 但我觉得可能也有几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时间了。嗯、我感觉可能啊，所以在这个不长的时间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是什么呀？就是说咱们不都说剑戟片吗？嗯、然后都说自己是这个角色嘛、嗯，这个英雄，就是他跟。就是我觉得它跟传统的游戏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戏剧表现力
完全不通过任何表演，对，就完全不通过任何游戏给你塑造的过场来等等，虽然它有过场，嗯，但是你人物你最后达到了你自己跟人物合二为一的那个感觉，它过场都是文戏，就是大家说说话表现一下剧情，就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是玩家自我成长带来的一种戏剧表现力，啊，嗯，哎，我跟你说，这个是真高真高，就是不是讲故事，不是别人给你讲，是你这是真的游戏自己去参与到角色里，就是把点儿加在玩家的脑子里，而不是加在人物身上，然后而且他人物也没加点儿。对，然后他怎么实现这个？我觉得第一就是这设定很有关系，因为剑戟篇嘛，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忍者嘛，嗯，其实无非我觉得，即使我们把那些系统升级到再多，最后也其实还是只是玩一个系统而已。对，对，就还是挡，然后和暗杀，对，没有压制性的升级，就是你比如说你刷够了钱，刷够了技能之后，你这个游戏就能变得像无双，不可能。所以不论是从这个戏剧表现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系统本身来说，它都是让玩家自我成长。我跟你说，就是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我玩了16小时的时候丢档了，嗯，就是我过了碟之后，啊，就是第一次过了蝴蝶夫人之后，我丢档了，就是那个 Steam 档坏了，然后跟想都没想，就是重开一个新档，然后当天晚上1点钟，就是3个半小时，就打到了我16小时的进度。对，就是你的感受，你知道，就是对，就刚打完16小时，嗯，然后就是一秒都没歇着，然后从头打，第二遍就只需要3个小时，就你就，但是你并没有觉得就是这个游戏变水了，或者是你玩的东西变短了，嗯，就是因为你理解了这个游戏的机制嘛。对啊，对，这种感觉。反正他给你的刺激，他可能不像鬼泣，嗯，因为你学招嘛，你买招嘛。对，你会用那个招，那个，是一个外在对你的刺激，然后你买了你想去练你想学。 对， 对，但是只狼完全不是，他的游戏装备和整个系统我觉得对他来核心来说都没有意义，嗯，不是没意义，他就是锦上添花，所以他没设计传统的装备系统。对，所以就是你的一切成长都是老师教的。对啊，对，就是说，不是说有一个玩笑嘛？说游戏是个死循环，就是你打不过，你去升点血啊，升血怎么办？打 boss， 打 boss， 这是一个死结嘛？对，他就是鼓励你去战斗，然后用战斗再奖励你，他是这样一个机制。你拿到的忍具和你拿到技能，还是要内化到你自己的这个打法里，你想想用，对，而没有任何就是脑残的东西，就是我升了一个特牛逼的绝技，我就莽他，然后安定了，不存在这回事，没有这个东西。对，我包括就是我到最后打干爹的时候，就是，我就一直怎么打都打不过的，后来我就慢慢的明白了他那个驾驶槽的道理，就是我都打到游戏的后三分之一的，我才明白，就是说那个驾驶槽的管理，就是这个屏幕里所有的 UI 最重要的是底下的那一条，是你的驾驶槽，嗯，他的驾驶槽是最，他你就随缘砍，总有一天会长满的，你只要别死，对，就是你要做的就是活着，对，就是然后你的槽别满，你要满了你就完蛋了，就是在这个局面下怎么管理自己的驾驶槽。最后我最后过干爹的方法就是用，就是我从来没用过的一个技能，就是那个叫一字斩，就是那个就特别就是下劈，就前摇特别长，然后这样就是那个这个拜年剑，小光属于这个，就是剑道里那个面，对面，对，那个还能回学习进阶的是连劈两下，对，那个是伪名流里面的那个技能，把那个就是那技能我早点过，但是从来没用过，后来我就用那个，就是我抓到了，就是说老就是干爹有一个大硬纸里面用那个玩意儿去劈他之后，能把自己的那个驾驶槽缩一半，哦。就否则的话，就是在他一个阶段结束以前，我的驾驶槽必然要崩一次，嗯，那样我就必然过不了他，就甚至要崩不止一次。就是最终你就是你发现学的那些技能，你仍然是要把它掌握到就一种介于本能和思考之间的那个状态里面，彻底的内化才能好玩好这个。就这个伪名流设计挺有意思，如果你对这个日本的这个剑术有一点了解的话，你会发现伪名流根本就不是个流派。嗯啊，这个伪名流的招数基本上囊括了日本这个剑术当中各种主要的剑术，比如说你像伪名流里还有练拔刀的，对，还有练这个双手持剑，就是那个二刀，对的，然后什么练什么都有。这特别符合那个伪名一心的那个，然后人对事有解释，就是什么叫伪名流，其实我们也不算个流派，我们就一个宗旨，打赢就行，是，对，就是喜欢打。对，他那个他物品说明里有，就是一心这个人就是什么强学什么，就是他包括他这个对伪名这个道国这个整个的设计，就是他就游戏这个像你说的这个系统是和这个叙事和游戏的背景非常紧密的联系，对，这个其实当然这个其实和黑魂这个系列一脉相承的，对，这个都是，这是方方面，所以你玩的时候。刚才众星说这是最后见到那个最终 boss， 就是他，当然他后来有一个别的武器你没有，这个咱不说，就是他用剑的招你都会，
对，就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啊，这招这么用啊？对对对，还在教你，人老学了。对，人老师教给我了，我都没怎么用过。所以人家还是宗师。对，人剑圣一发啊，这招是这么用啊。对，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那种交融在一起的感觉哇！整个这个游戏在就是在不断的回在回响，就是对，就这种感觉。而且这个游戏，我还是想说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评价难，尤其是看完决定不玩的玩家，我有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现在还能称为玩法很核心的各种就是硬核游戏啊，比如说很传统的横那个平台跳跃啊，对对，横版动作呀、啊，比如说一些这种动作游戏，它这些游戏的设计其实它背后有一种态度，就是你行就行，你不行的话呢没关系，那咱就算了，就有一种这个东西，比如说什么塞莱斯特、蔚蓝山就是典型嘛，就是你非常擅长。你就可以，你不行的话呢，如果您愿意练，那您能入门，您要是不愿意练就算了。但是《只狼》这个游戏充满了，就是他教你，你肯定不行，但是你再试试，你肯定能行。有个黑人拿着俩鸡翅，你知道吗？你是最棒的，你肯定行。你再试一次，就是这个感觉特别好，有点像你们健身房老师。对，对，就加油，再来一组。对，你肯定可以啊，你肯定可以，你再试一次啊。这你这次失败真的比上一次。要强，再来一次你就涨了，对，就是这个感觉。就你说这个东西很微妙，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其实说不太清楚它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或者说他可能就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懂得把握这个东西的。但其实它挺微妙的，我们能说清楚，我们可能就只是做游戏了。是，我一直是这个意见，所以就是很微妙。嗯，还是推荐，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它这个动作系统在2019年依然会有，就是让大家发现啊，有一个游戏需要让我学习它的一个完全全新的东西。这个事儿本身已经超出了它游戏中是不是有缺点有优点啊这个层次，它本身的意义就一下子就拔高了。对对对，比如说很多人会拿它和人王比，嗯，我觉得人王是个非常好的游戏，包括就是很多媒体也给了高分嘛。当时我是带头吹人王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回想起来。当时就是人王在发售之前，一切人都不看好。然后当他这个 A 测 B 测的时候，我是首先站出来，我说这是个好游戏的，大家一定要不要觉得这是超黑魂。嗯，但是确实相比较之下呢，他俩不是说质量上有差距，而是说人王是一个。在既有已经大家懂得怎么玩的一个既有设计思路上，对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然后把完成度做得很高的这样一个游戏，嗯，而《只狼》不是，《只狼》的就是另一个方向，高明的点就是它完全是新的东西，就是我老说这个游戏的创新这个事儿应该是加分项嘛，对对，但是我觉得《只狼》这个加分项实在是这个就是附加题加太多了，附加题答得太好了，就是就可以，而且破格录取了那种感觉，而且别忘了人家是可以不加的。就是人家不是说就是我必须要做新东西，我魂就是魂这个东西供不应求到你现在你就是还是原来的机制，你再讲个别的故事，大伙儿一样就是一样买一样是市面上魔幻黑魂的游戏，只要质量还说得过去，都卖不错都还可以啊，就是他可以讲，就是他可以就是继续做自己最拿手的事儿，就是用碎片叙事的方式给你讲一个那个新故事，但是他就是他做到这个之外，他远远超出就是他可以可做可不做的，他把核心机制又这都不叫翻新，我觉得只狼的这个动作系统的复杂和它战斗的这种丰富性，就是可能比血缘和魂要高几个。我觉得他就是架了量级，他架了自己的招，捅了之前的一把，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完全，我个人体验不知道对不对啊，就完全是反的。因为之前讲究的是位置控制，对，你的这个控制走位。然后控制防御，对，然后控制与它之间的距离，这是一个漫长的，在黑魂里就是真的是使用大脑，就是狂盾反啊，对，光着屁股乱滚呐、啊，那都是高手专门用对，像我们这种，另外就是弱手就还是得用之前穿重甲拿着大盾，我跟你说。就是首先就是魂是那个就是奖励防守，这很明显，就是我操打魂的时候，就是你拿了那个就是那个抵抗力高的那个大型盾之后，你就完事了，这游戏就这么基本结束了。对，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就是你假设咱做实验，就是拿摄像头就录这个玩魂的人的手柄，打魂 boss 的人的手柄 CPM 很低，和打只狼的人手柄，你看到这俩游戏的那个风貌就彻底的就暴露出来了。打魂的时候最高频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左摇杆拉住后，右摇杆拉那狂摁翻滚键，就是狂翻滚，一直翻滚到一个巨安定的状态，然后喝一口果粒橙，这就是然后再来一把，完了又他妈一顿翻滚，然后就是它有安定的空间，这把你试试，就这把你打 boss 的时候，唯一的安定就是向前。
对，就是正面就是压制对方，这是唯一的。小五哥说什么找到了什么打什么什么什么猴子的安定吧？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最安定的事就是自己学了本事。当你真正就是残酷了，真正自己这个水平达，就是你感觉到自己有提升了之后，这是最安定的，因为它是你身体里的东西。对。像我第二我玩就是一周目完之后，我一周目玩的特别仔细，就是杀过了所有杀无可杀，玩了50个小时一周目，舔光了是吧？对，然后进到二周目，我现在是就是打的那个特殊，就是基本到了游戏后期没死过，学会了长本事。对，就是可能用过那个就是那个粉豆的那个复活，但是我没有掉过掉钱或什么的，没死过。嗯，那太神了，这就是你，就是对完全不逃课，因为我知道，比如说这个我能暗杀他一管血，我不。我要好好打两管，正常打你两管血，就这样打完的一周目。到了二周目之后，你很尊重他，如履平地。但是二周目我也没敲钟，也没交符嘛，就正常二周目难度，就感觉如履平地。就他一抬手，我都知道他要干嘛，就是就这样过来。主要是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确实点都加自己身上。所以你知道我都当时怎么感觉吗？就我仿佛感觉到，就是宫崎英高和北尾他们可能在办公室里琢磨这事儿的时候，他们就把魂的那几个关键词都写出来了。然后这边空着怎么办，就要把这些全要颠覆这些东西，要全都反着来，就你看他怎么做，就是你要是跳开来看这游戏的话，就是你想他从魂上身上砍下来的东西都吓人，砍的东西太多了，我操，对，没有物品，没有 build，就它实际上没有那个不同的玩法的那个体系，对对，就是你用信仰，就是你用咒术这种，就完全没有，就只能砍，武器的变化也极其对，基本没有，对。升级基本没有，然后就是他能砍掉的东西之多，你想想都吓人。然后也没有装备，没有装备这个事儿，难道不是白给的乐趣吗？就是我的意思是在游戏里面最廉价的，就是能够提供给玩家一定对量就有、啊，一定会吃定了，他玩家一定会觉得好玩的东西。然后你又没啥成本，你就画个图就行了，这他都给砍掉。他胆儿有多大吧？就他对这个东西有多自信？我想说这个，所以真牛逼，我是真觉得，又吹牛逼了，但是是真牛逼，而且完全是反着来。对，而且我想说这个关键词这个点特别特别合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就是 From Software 宫崎英高的这三个游戏里真的都是明确的主题。魂对我来说，黑暗之魂给我的主题，第一，如果是战斗的感觉就是焦虑，对，第二就是孤独。就这个游戏就是我觉得魂的战斗系统放在黑魂里有意义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个笨了吧唧的系统强化你的孤独感。就我强化你的渺小感，对，就渺小感，我他妈怎么这样。然后我再看那个比如说那些红的那个血焰的别人在那折腾，还有我召唤人大家一起这种笨拙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他强化他那个叙事，就是你在黑魂里三代黑魂里扮演的都是一个 nothing，对对对，你微不足，微小到一个就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那个程度。你能改变世界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不死人，所以也特合理，对，也特完整。然后血缘给我整个战斗或者整个体验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疯狂，对，就是那个战斗其实我感觉到不是愉悦，我后来一想就是我就是疯了，因为他砍了我一刀，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笑着砍回一刀，就是这个感觉，整个血缘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感觉。而到了之狼，我觉得就是说的特正面，就是那个禅意，武者那个禅意，我打 boss 打到最后心如止水，我从来没有 ACT boss 战就是说打成这样，我一点感觉没有。我说您再来，再来。我很喜欢里面有，我就不说具体哪个角色了，就是这他整个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就是不算主线的一个故事吧，但他和这个主角关系很紧密这么一个人，我就很喜欢他这个游戏里对修罗这个概念的这个塑造。但你玩通关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什么叫修罗。对，就是这个游戏最后，因为你对，对你中间应该你玩到了，就是它特别特别特别轻描淡写的，展现了一个就是被修罗，就是堕入修罗道，然后就知道自己想要就是还想要挣脱，但是作为一个就是怎么说武者，他注定的杀戮的宿命。对，挣脱不了这个修罗的命运，这样一个好像知道咋回事，一个简单的故事啊。我周围所有人聊的时候都说这个游戏真的有禅意，就是那个劲儿你玩去了之后，就在那个打铁声之间，当当当之间。他在游戏第一个5分钟的时候就告诉你了，当你第一次拿到你那把刀的时候，那个刀的那个名字嘛，对，告诉那个刀的名字就是说慈悲的意思。哦，就是你要用这个刀之来之后，你要记着，你会杀无数的人，但你一定要记着这个。就是让他说禅这个杀戮中的慈悲之心，那我理解不到，反正，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挺东方的。对，就是叙事这件事情里面的那个，就是
重要的部分，就是人们总是把 plot 当成 story， 就是总是把剧情或者是就是显性的对白或者这种转折所有的 twist，他们认为就是说把所有的转折和所有的对白堆在一起就叫叙事。但是你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你就玩玩 From Software 的游戏，你就知道叙事比这个东西多出多少。这个东西就简直就是占了这个叙事里面的10%都不到。很多人关注度会关注在他的所谓的碎片叙事，是的，对，那个也不是关注在场景叙事，就是比如我说的都不，甚至都不是那个。对，我们甚至说，其实我经常说这个 The Last of Us 是我比较赞赏的一个，就是这个。就 gameplay 叙事，对，就你在、这个、太赞同了，大哥，太赞同你的观点了。你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对，培养和他的感觉，就是你的感情是在被游戏培养出来的。对，对，所以最后你对那个小孩，就是你对那个小女孩的那个情感，是完全可以带入到那个主角当中，而且是爆炸式的。但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觉得就是武士道精神在这个智囊里，我看他都已经不是一个就是通过 gameplay 去叙事了，他在通过 gameplay 传达一种就是故事。那个你说那东西其实也不是故事。他在传达一种氛围，就是气氛，不是，是我与游戏之间的那个交流，那个交流和连接。对，在其他的游戏当中，可能是他告诉我，对，怎么怎么样，他要通过很多文本去跟你说，哎、他要讲故事了，对，他要开始演电影了，对，哎，是吧？那个大镖客，咱们之前聊过这个问题，对，但这个游戏不是，我去演啊，寡言少语，对，对，别人所有的演员都在配合我。就是、不是我看的别人演，是我自己在演、就是、而且我从头到尾我的心和导演想告诉我的体验也是一样的、对，反而这种东西我能记忆的更深刻。我觉得这游戏啊，就是游戏又操说回本质了啊，游戏本身的真正叙事我觉得是靠体验的，对，而不是靠吸收，不是看电影的，是，对，对吧，就是对，虽然我之前很喜欢电影叙事的游戏，小岛我也觉得很牛逼，嗯，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游戏本身你不觉得这个最终的区别在于，就是你玩完了一个，你就是你说前面那种游戏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游戏真牛逼，你玩完智狼觉得哎我好牛逼啊，对，你觉得自己牛逼，对，就很多人说就觉得说从这个游戏里悟出什么道理是很可笑，但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也不太可笑，就你刚才说的那种，像什么咱们刚才说了很多这种心境，从游戏里有禅意啊，什么次元里的疯狂啊，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可笑，这个其实就是游戏在真的玩的这个部分涉及到一个程度之后，好好传达给人，因为你参与了，你就是在这其中，对，所以你这些所有这的感受都一点都不虚假啊，这是很高明。所以我昨天有一个心情可以跟分享一下，有一个场景，就是你去先锋寺的时候，中间会遇到一个电梯，那个机关的那个木梯子，然后那是我在游戏里好像玩到现在为止啊，唯一一个可以把视角转过来好好看看狼的脸的，就离得很近嘛，因为它是一狭小空间嘛。我看那张脸啊，我内心竟然有了那种特别澎湃的感觉。哎呀，真帅！我说这个太帅了吧？是，就是他整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脸，就是完全其貌不扬。是，但是你觉得卧槽，我是他，太帅了。因为那个对话里经常会有人这个这怎么说，吐槽一下他的那个面相。对，就是说你那个眉头老是锁那么紧，是要干嘛呀你？对，然后就是，但是你有机会真正看那个脸的时候，你会就是从那个脸确实能看出点好像。就是这个人内在的一些东西的胡子拉碴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连接更深了，我就觉得我很庆幸自己，就我很荣幸啊，就我能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对，而且说到这个叙事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这从魂到血缘到这一步，他的用就是表面上用的力越来越小，但是他那个就是暗地里的那个氛围，那个收敛那部分的力量是越来越强。就是比如说魂黑魂，我第一个一代我第一次打通关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他好像要讲那个事儿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其实相比之下还没有那么收敛，是推得很明白的，就是那种孤独感压过来是很明白的。然后到了血缘，他是比较渐进式的，因为我每次都想说这个，我先打了罗姆，我就已经没有罗姆之前那森林，我就已经先受点精神，我就他妈有点受不了。然后罗姆，我就卡了半天，我也受不了了。然后再回到教堂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那个亚米达拉，我就是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就是疯狂那个临界被窗户纸捅破，砰一下。然后我再后来的遇到所有的场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疯了，对，迷就是已经疯了，对，真的是疯狂的感觉。但是他是你看这个比，我觉得他比魂更就是在暗地里一些。然后等到之狼，就是他是完全。都在暗地里，他就完全不明面上给你讲任何东西，但是他还是能改变。我靠，这么一说，原来人家玩的是这个，对啊，我操，太高级！现在把三个这么一比，对，他这么一说，就是一个是玩风，
然后一个是孤独和、那个、玩孤独，对，然后一个是玩禅意，对啊，就他特别好的抓住那个，就是可能就是你从系统到叙事方式到整个的，他那个体验中一丝的东西，他要再把它放大了，就是你要是意识不到这些东西是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你就等于是还是没有 get 到宫崎高他就是他的作品，就是他这个东西不是。它不是分离的，就是这就聊到这儿，咱就可以说说这个游戏的难度了。对，就说这游戏为什么不做个简单版，就它做个 easy mode， 然后就让人就打一打就可以了。它为什么不能？在我看来是它简单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成立的，因为这个简单这个游戏的难和简单，就是你能不能莽小兵这个事儿，它是这游戏的一部分，它不是个单独的系统。现在的 RPG 和这个大部分的动作的游戏，它是堆砌的，就是我这个系统是这个系统，别的游戏都已经验证过了。嗯，我这个故事是这个故事，我导演和编剧也都 approve 过了，然后我们就把它生堆在一起，它是就跟三明治一样，咔咔咔一层一层上来的。这游戏完全不是，就是就最简单的，如果小兵可以莽过去的话，这个地图就没有意义。对，就是如果 boss 可以让你就是很安定的过的话，那些忍具和道和那个他给你的药，包括那个药放在什么地方，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就是都是浑然一体，它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这个游戏就得有一个难度，它就这难度不到，就是这个难度或者过了都不行。嗯，就是它就宫崎高做的是一个游戏，它不是一个说它在这个系统上挺棒的，然后有一个专门的研发系统这部门，然后互相都就是都不交流，完全不是拼接的。对，而且这个游戏就得是打完 boss 的时候你才能成长，你打不过 boss， 但是你看你打不过 boss 要成长，你还是要打去，你打不过就要继续去打。对啊，你打过了才成长。对，包括那小兵，我操，那孤影众，你单独打一个你都费劲。对，但是你就是你仔细观察，你仔细你把这个城，你把这个城池给他研究透了之后，就是你可以很安定的，就是一点一点暗杀过去。就是你要，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你知道这一切其实背后里还有一个跟叙事有逻辑联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如果死不了有多强大。对对对对对，就是你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但只要你不会死，你可以一次一次去学习，你会变得有多么恐怖。我还想说，这个东西跟叙事是有关系的。对，我操，对，但是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人，有可能会走向好的结局，也有可能会走向特别地狱一般的结局。什么叫修罗？对，就是这个、你不觉得 From Software 一直很擅长，就是把游戏死亡能重来这个机制塞入到叙事的一部分？对，都是这样。对，他亲口说过嘛，这个咱们之前采访他自己说过。对啊，是啊，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认为，就是如果说一个游戏死了就死了，说我觉得这事儿特没劲，就他就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个对玩家来不好。对玩家就是对玩家来说，这是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事情。玩家感受不到死亡的责任。对，我操，死亡是这个游戏一部分。说完，我觉得要爆炸了，太牛逼了吧？是很厉害。也不知道咱们说这么牛逼，人是不是这么想？幸好我采访说，幸好那至少是我们体验测，我们有这个感。真的是我操。对，而且你像黑魂，就是你这么渺小，你为什么能战胜神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不死。对，这个都是整个都是它联系在一起。然后你最终面对那个本质是一个你自己，你从不死者面对不死者，然后这个故事收入，见天地，见自己，对，还是挺有高度的。他这个那相当有高度，对，包括雪原也是，因为你一遍一遍的醒来，你也许是死了，也许你睡过去，然后你再醒来，就最后就会有这种结果。对玩家心境也是，就是我放弃理解你所有东西了，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沉浸在这个游戏里就是很好玩就得了。对，这就是那种就是陷入这个杀戮疯狂中的那个猎人。有些人就是迷惑于就是这个我非要纠结一幅故事来，天天那个到底怎么了？回学家，这个是另一种疯的方式。对，还有一种就是我操太恶心了，不玩了，都疯了。对，这个就是一半退出来的普通人。是，就是对玩家本身就能反映出他游戏中所描绘的那个情景了。就是玩家参与到叙事之中。嗯，这个是。我觉得我也是觉得整个《索隆贝尔》包括宫崎，这可能我就是他个人的一个东西。宫崎高他就是游戏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游戏中所有要素都是一个整体啊。这是所以说难度不能单独拿出来说。对，所以说就像有些人都什么感觉好像他是那个劲儿，但是感觉照黑魂啊什么的，差点什么呢？对，因为他是为了模仿或者是为了学。对，我觉得包括人王，我可以这么说，他有很多系统都是隐喻的，他有很多设定都是和他整个的叙事啊都是割裂的。他的故事是一个战国无双式的故事，虽然加了一点鬼，是这个怪异乱神，对，是一个特别正的剧。然后呢，他游戏整个的氛围呢，学黑魂，导致特别割裂。
对，就是啊啊，就一个证据，然后那个场景弄的这个是黑不隆咚、黑不隆咚、瘆人吧唧的，没有什么道理。就是已有的东西的一个组合嘛，对，就是组合和一体完全一个东西的这个区别。哎，那你不是学联通地图吗？哎，那个联网那联通地图弄的啊，这个极其复杂，哎，弄得还特别好。对，但其实你就觉得这个好像只有表面这一层。嗯，好玩是好玩，只有表面这一层，就是缺了你每次玩黑魂之后的那种，就是你打通每一代这个 From Software 游戏之后，你都有一种啊，对，就是那种面向着一个就是什么场景的那样一种感觉。对啊，嗯，就是特别感谢能帮助这一套系列游戏，就是能如此成功到达市场的这个。就是现在都甚至不想感谢宫崎英高，感谢帮助这种怪才的人。对，我之前想说就是这个世代，之前我们会说，哦，这世代有些让人失望。嗯，我觉得就是之前说这个世代很平淡，就是缺乏给玩家一个交代。但是你现在回头再看这个世代，就是从他们从雪原到战神，从战神到只狼，然后再说，比如说任天堂有荒野之息，嗯，这个世代还是有货伟大的作品给了玩家一个交代。嗯。真的了不得，真是了不得。但是我都说到这儿了啊，既然我是这个，就是也是个这个带头吹的人，所以我在玩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游戏不是说完全不能挑出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嗯啊，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你们说都砍掉了装备系统嘛，对，就是当然只能算小的瑕疵，就是但是它对于这个地图探索的奖励没有处理好。对，嗯，对，他以前就是我走一个很深的地方，我可以发现一些装备，嗯，我可以发现一个武器，装备贼好，或者是有特殊的，哪怕它没有用，对，你知道这个之前咱们新闻节目里说过，就是为什么那个有的游戏就是那个，嗯，那个说那个全击封锁，嗯，它这个处理的好，就我不掉材料，你说你掉一块布，掉一块铁，对，这个对玩家的这个心理是一回事，嗯，我就掉个玩意儿，就掉把枪，嗯，没用拆掉嘛，对，我也高兴，对，给我掉装备。对，所以这个黑魂就是我不管哪个边边角角，我去捡了一套盔甲，嗯，就盔甲每个盔甲上都有一个文字说明，嗯，哪怕这盔甲一点用都没有，90%时候都没用，嗯，对，绝大多数都没有，包括那些那个副手武器，包括法杖什么的，都一模一样的，他那个他咏唱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完了他数值还比那个最强的差很多，所以他没有什么用，但是他文字说明，对，他看那故事，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东西在哪儿，就是你在哪儿能捡到女神的祝福，似乎有些意义，就是你他。充满了意义，好吗？我操！你在那个悬崖的尖，那悬崖的尖儿那块捡到一个什么？啊，那有一个死人啊，或者是从他手里捡一个什么东西啊？东方想半天，对 对, 对。包括在格温的门口，你还能捡到东西？我操，谁扔那儿的，大哥了？你就你想，就这些事儿，就是在你的脑海中，它就形成一个意义之网，非常强的正反馈。对，所以装备取消对于这个影响，可能就是对他设计了不是40个佛珠嘛，就让你去，但是40佛珠里有一半以上应该都是通过战斗获得的，嗯，所以我觉得他游戏里确实对这个，嗯，因为他更立体的地图嘛，嗯，对于这个游戏就是探索的奖励不够，嗯，会让大家觉得有些失望，就是说我费了很大劲发现了隐藏的密道，穿过密门击败强敌，最后一捡啊，三个糖，嗯，就是这个会有一些这个体验上的落差，可能大家把收获集中在了学习上吧，对，他可能更鼓励战，就是那个最甜蜜的奖励都在战斗上，对，只要你能打败强大的敌人，你一定有很好的奖励，他的奖励就是一个敌人，咱跟着放一老师，对，这有一老师教你，这有一招你能学，对 对, 对，但是他这么好的这个场景设计，嗯，这么好的这个关卡设计，对对，我觉得应该就是想想办法怎么样能让大家更，嗯，就是更鼓励你去探索这些东西。我昨爬了半天，我这关卡跳死两次，结果捡一桃片儿。对，这个就有种被一次你觉得你想笑笑耍我，嗯，两次耍我，三次你可能就觉得操，怎么老是没东西，后来我不找了，对，嗯，就是对，就这种感觉。因为我想说，那关卡设计好就好在就是它没有硬性的，比如说像育碧有些游戏，嗯，它鼓励你用那个望远镜啊，观察，然后观察，它也要观察，你总会来到一个新地图中找个高的地方。跳过去不是因为那是一个什么那个信仰之约的点，不是因为能开同步，我就是想上去，然后我扫了一圈之后我真的知道哪是哪，然后我就自己在想我怎么过去，嗯，我不需要游戏任何给我引导，但是我就在想像一个忍者那样，像一个暗杀者一样去思考，嗯，而他还能他的关卡设计让玩家不管怎么想都有那些道路，而且他都会给你讲你玩到那个铁炮阵在那儿的吗？对，那个就是很弱小的敌人，两刀就砍出硬直，就可以处决了。对，但他通过场景设计，嗯，让这些敌人体现出他的特点，包括那个敌人本身有叙事的，他们为什么是使用这样的武器啊，嗯，在这样的地方啊？对对对，场景设计，但是不夸了，就这个东西其实
比起就是战斗系统那边的创新的那个来说，对对，这个只能说就是水平高而已。是的，它关卡设计确实水平高。另外就是，另外我不知道，因为我玩的是简中版，我不懂日语啊。但是就我玩简中版来说的话，我觉得文本照原来差一些，嗯、就是文本综合来说、嗯，就是那个物品说明，因为这个物品说明是这个。就最牛逼的东西，就是在魂和血缘里面，就是每条必看必琢磨的，就是它这个经得起琢磨的这个程度，要比原来略下降一些，但是还是有的，还是有对。他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他就没有在那个你自己去当回学家的这个空间。这个在他之前作品，就是每次你通关了，你都在想我他妈干了个啥？对，这个体验在《只狼》里就没有了。它是一个很清楚的故事，他把那些谜都留在很边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好或者不好，我觉得是他就是之前咱们聊过的一个词儿，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游戏在产品商业产品这个地方上更成熟了，嗯，就是你可以说他妥协了吧，服务更多大众，但我相信就是更多的人嘛，当你玩完一套游戏并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个体验不是特别好，对你得告诉我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些我很不清楚的细节，嗯，这个对玩家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还是有意思的，对，但你像续缘那个，我相信啊，第一次玩通关的时候人全部都是一脸懵逼的，都是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对，只是觉得疯了，对，我肯定疯了，对，所以就是这个体验其实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特别好的，对，那我也喜欢，就是这种永远探索啊，永远也拨不开那个迷雾，这种就本身它就是这么设计，它是一种美感，对，它有一种美感啊，但是只狼它不追求这个，只狼完全在侧重点跟血缘比嘛，它侧重点就是在刚才我们说了大半期那部分，对，所以它在这部分呢就是相当于就是更服务大众了。嗯，把那个神秘的东西呢收敛了一些，然后呢放在一些小的地方，不影响你对整个故事的理解。对，就是它还是很自我，但是它自我那部分不再放在叙事方式上这部分。就这个是让我觉得就是不可思议的牛逼的，就宫崎高本人，他就我看新闻那个新闻采访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北纬说的这个就这一座的那个文本的部分，嗯、就宫崎高是交给他手下的这个。就专门负责这个事儿的岗位的人写，对，就是他不负责，他不具体的去写任何东西了。但原来可不是啊，原来在黑魂血缘里边有大量文本都是他亲笔写的，是他自己写啊。就是说，就是一个人在一个事儿上，已经商业验证过的，就是特别牛逼，就是就你有一招先，谁都干不过你，就这个东西你最厉害。对，然后你放给别人，然后因为你自己心里清楚，就是这个。游戏的核心还仍然是在玩法上，然后你还这特厉害，对，然后你还敢做新东西出来，然后而且能做成，就真的是。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啊，就解释这个事儿，就是还是我觉得我刚才说那个，嗯、就是他们可能在初期的时候，他跟北纬哥俩一块就把那、北纬是很小的，我知道，就是负责市场，宫崎英高就有几就哥几个嘛，像你说的核心团队嘛，对，嗯、就是宫崎英高可能就真的在黑板上把左边这些关键词写了，我们之前干过什么。对，我们这次一定不要再干什么，要新的，对，要新的。所以就刚才咱们聊到这些，其实也是颠覆之前的一些变化。嗯、对，但是里面唯一不变的、最牛逼的那个，就是还是有中间有宫崎英高这个人。对，就是对，就是我还是想回来吹这个叙事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很有，就是在我的理解，就是宫崎英高没有觉得自己在干别的事儿，就是他并不觉得自己在干一个新事儿，他觉得我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个，就这个公司就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讲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深深沉迷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一个世界，嗯，然后你和世界之那的这个的中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你在理解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你最后玩完，你的感受是在于，就是说那些就是惊人的翻转和那些哇原来哇他这儿钻出一个这个来，或者他居然是谁谁谁，这些东西是多么的不重要。但当你真正在互动的，就是在互动的媒介里面，就体会到一个好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些氛围啊，包括那个所有的场景的所有的那些咱们总结不了的东西。就是最终加在一起，它是一个多么的完美的一个整体，就是这个整体性。就说《只狼》之前的游戏全部都是在讲世界，嗯，游戏是在讲世界的，它没有明确的说故事其实不重要，对，但它就是说我们之前都是讲世界的，然后《只狼》是讲人的嘛，对，所以就是你比如《黑魂三部曲》，无论你有任何理解，无论你是不是真正有对它剧情有兴趣，嗯，所有就是打通的人，对，你一定对这个世界有同样的感觉。对，他把这个世界好很好的传达给了你，
就不管你，我也不需要知道细枝末节的具体什么，反正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无所谓。大家、这个、感觉是对的，大家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非常统一的，嗯、就是那样一种那种感觉，我就不细说了，大家都已经分析过了。对、嗯，只狼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人的感情，就像你刚才说的，嗯、你看那个人的脸的时候，就是无论你对这个故事怎么理解，你是怎么玩过，逃课玩过的也好，你这硬刚过的也好，打通关之后，然后大家对只狼这个人，对狼这个人。会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这个认知和感情，对对 对, 对, 对，这是他想，这是他这是也是以前没有过，对对对，他就是想你带入这个人，这一次他就说了，我们这次就集中在一个人的故事上，所以这个格局会变小，对，但是这个体验可能还是比较新的啊，对对对，所以甚至你看，你就是他甚至都没有把那个关键的 boss 做，就是做场景，因为做场景是就感觉是。你就做出来吧，你肯定是好的嘛，你就做更宏大更炫酷的，就一直杀到世界尽头，全都是沙漠，你等就等等。这回有至少我知道有三个 boss 是出现在旧场景，就是有三个场景里面会出现俩 boss， 嗯，就是在你玩的过程中会出现重复 boss 的，就会同一个地方，就是会对。少场景恰恰是讲一个小格局的跟人有关的故事的好的方式，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有回忆的，就是它和过去的这个事儿是有勾连的，就是你曾经，就是你曾经在这儿站过谁，你曾经在这儿经历过什么什么事情，然后这些东西在你脑海中它会有回响，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服务它要给你传达的这一个整体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引出来，其实我觉得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游戏比它之前前辈们吧稍有不同，就是这个场景数量，对，它十几季嘛，所以你玩完之后你会非常理解啊，确实就是十几亿，对对，那个素材就那些，对对啊，竟然只有十几个亿，惊了，尤其那个日本房子又都差不多是吧，素材肯定都是用统一的，对，所以就是他对，就是他有些场景复用的地方，其实是在场景复用的这个方式里已经算是非常用心的了，就是他每一次在这个当你需要你再次在这个场景里重来的时候，所有敌人配置包括环境全部都会给你一新，然后它和剧情是紧密连接的，是吗？这个咱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在其他游戏里也常见。就是，但是从整体数量上讲，就是像血缘那个场景是过程，就是让你翻几番，对，就是你每就是那个别有洞天打啊那种感觉，是在这个游戏里反复出现多次的，然后最终让你疯掉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智狼可能就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就是它整个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然后。只有到最后那一个场景，你稍微会觉得有一点别有洞天的感觉，嗯，然后你觉得后面还会有，然后就觉得啊，他就跳奖杯了，说这是你已经摊开了所有的场景，你会觉得说数量确实少，因为它更讲究纵向嘛，它每一个场景不像以前就是一条道找一个捷径一回来就相对简单嘛，这一次就是它每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大小都量很足，没有比以前的那个一个篝火什么的要大得多，然后包括还有纵向的立体的。所以说从开发压力和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可以理解的，对，但是呢确实是既然有血缘，我们玩过血缘了，我还是老是期望着这个后来会有一些更让我就是那样的场景出来啊，甚至就是就是这块又要剧透那三十秒，就是你最后打龙的时候，打那个就是打鹰龙的时候，那个龙对于这个故事的意义和那个月神对这个世界的意义，那个完全不是一概念。就是月神是这个是实际是这个事儿的主角。你说血缘那个？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但那个龙就只是一场灾祸的源头而已。就是最终这个事儿的关键仍然是你的皇子和你还有他，重点都不在那儿。对，就是你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对的一个狼。对的故事啊，它就是一只狼，重点就在这儿。你玩完之后，你就觉得啊，就是一只狼、啊，不管你是哪个结局，都是一只狼啊。对，包括那个，包括这个世界，它就是你伪民国是一定会灭亡的。我操，大哥了，你就是他的那个时代，就是就战国时期嘛。他所谓一个国就是一个县，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他挑那个末期嘛，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肯定是要被灭了的。你而且它里边那个礼，我就我感觉是不是就指那个德川家康啊？因为德川家康就有那个就有狸猫的那个外号嘛，就它里边有一个 NPC 嘛，你知道？他说那个他说我一想到伪民一心，我都害怕。他有这么一句话，你看内府的那个装备和他的那个家徽或什么的，对，他都是一个就是这个末期德川的那边的一个变形。对，所以就是这个国家是肯定会被灭亡的，就是宫崎高自己最擅长讲的故事，就是这个大的潮流啊，就世界的大变迁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其中老有人要挣扎，没任何办法。对，但是就是你注定要输的人，但是你还要争，你还要就是一定要去拼一下，还要挣扎。对，拿命去换一个你所相信的东西。就这个故事就讲的这么一个小事儿，就是你皇子怎么来抉择，其实大的事儿
不会有任何改变，就甚至我都觉得他这次都重点的不是故事了，对，就是他故事就是衬托，衬托你最后让你带入这个角色，对，让你喜欢上角色，我不玩那个了，对，理解他这个角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样一种心境，而他甚至就可以了，他做到这件事情的过程甚至都没有用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转，就甚至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故事，你想想这个就害怕，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告诉你，你和这个人物平淡的故事，你和这个人物一样，就是你遇到了强敌，你就往前踏上一步，然后挥刀，然后他挥回来你就挡回来，然后你再还他一刀，对，就是这么个故事，就是这么个事，就是一个如此平淡的故事怎么能让一个人物立住，就是，最后我其实想说说，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玩完一个特别震撼自己游戏的时候，然后想去猜测一下制作人到底是怎么把这个游戏做出来的，我其实有一个猜想啊，就刚才说了那黑板白板那，其实我也中间想了一个，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因为其实他们公司做这个游戏中间每个作品间隔的时间其实比较平均，是对吧，而且每一座基本上素质都非常的高，然后里面都有跑的那些肯定都有公他跟我说是这个做完续缘之后这个就在就是开始企划什么的了，对，黑魂三正在做的时候这个已经开始了，对，然后你要我猜啊，我感觉啊，就是我就觉得宫崎英高他那个人可能不是一个什么这块我操弄，然后我就觉得这游戏不是憋出来的啊，就是它是自然生产出来的，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觉得他们已经通过之前的总结出了一套可能几句话或者一页纸就能写清楚的一个宝贵的，对，就是制作方针核心，就是咱们任何人可能就咱们聊几期节目可能都总结不出来的几个核心，不是，但是就是给你看你也不会，在那个玩意儿是就是只有实际做了那个事儿人才他知道那这些话的分量，如果有这张纸，对，我知道，就我猜嘛，然后剩下人 OK， 咱们只要照着这些方法论做，对，你会找到那个最和谐的点，就我就觉得只狼甚至是一款不没有憋而且特别顺理成章诞生出来的，你觉得只狼或者是 From Software 那些游戏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让这个游戏特别整，他们像一个方向压在一起，对，他即使再颠覆之前的东西，对，这个颠覆俩字可能也是写在了这次的这个这张纸里头的，对，就我要这么做，一配八就是出来了，对，有些游戏的扎实给你的感觉像是在造房子，在砌墙，对，就是严丝合缝的压住，稳稳当当，然后拉好线，你所以它不会歪，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像有些游戏的感觉就是它好像是就像星球一样，是所有东西向里面的一个东西压实了，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整个这十几年来这些游戏做下来到只狼这儿，我觉得他就是已经不再像是恶魔之魂那个时候，完全是一个人的这个妙手偶得，我喜欢用这个词儿，就是这个无心插柳，对啊，插出来这么一游戏，然后突然间就被大家发现了，是这么一个过程。只狼到这儿，尤其这是和这个动视合作，动视他们一直在说是和动视共同开发，对，虽然这个游戏主体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把控的，但是他一直强调动视在开发上也帮了我们，所以我相信就包括你说的这次的引导特别好啊，这个 boss 的安排特别有这个合理的曲线啊，对，包括就是说比如说以前啊你可能黑魂的时候你怎么说路途上很艰辛，对就是这个篝火之间的位置啊或者什么的，他这次其实我觉得不难，是因为他难主要就是在 boss 上，对，你不熟悉他的这个游戏系统，当你熟，因为这个对于所有全世界玩家都是新的，当你熟悉了之后呢，可能 boss 战就是就剩下比较高兴啊或者爽啊什么的，高兴平静，这个游戏的这个路程过程中并不难，这是你反过来想啊，黑魂和续缘可不是这样，对，那个过程中很艰辛的，对，续缘那个灯已经痛苦，灯已经够密的了吧，对，但是还是不行，所以他这次其实就是你只要往前跑，你心里知道，因为我看那 IGN 他也提到这一点，就是他觉得这次不同，就是说我向着一个方向跑，我知道那边是新路，你谁都不打肯定能到，对，我只要跑，我坚持两分钟的路程，我一定有一个 checkpoint， 对，对，这个其实是他作为游戏这个，然后你可以转身回去刷那些背下着你的，对对，他们都背对着你的，怪了，对，醉了，对，包括他就是引导啊，包括他这个，比如说这次 PC 上的优化呀，对，那黑魂一说那什么狗屎优化，是，就是他其实作为一个这个商业化的产品，其实是就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说棱角被剪掉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树木啊都是要经过修剪的。太原生的话吧，我觉得只可能只能服务于一小部分，对，这个如果它不变化，那就是以前装甲核心就首周卖10万，然后就这10万，然后下一座首周10万，对，它能保持它核心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变，而且有创新，有真的让我们又有惊喜的东西之后呢，它在商品上又更规整，对，只能这么说啊，规整，
它比较起像其实有些黑魂那个系列有很多地方那个让你觉得难啊，就是因为它对游戏做的其实有问题啊，就是它一般人不这么做。不客气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夸奖他说这个反潮流、反直觉啊做得好，有个性。但其实是不是可以不这样，可以更好的提升体验呢？我们可以确实是有的时候会这样想。当然了，魂它的不合理都自洽，所以这个你也没什么好说。但是它里面很多模块单独拿出来就是不行的。对你刚才说商业化嘛，就这问题，我觉得就刚才咱们说了好多，就是他们都走内，对吧？自己从玩家角度体验也走内，然后整个设计好像自己也走内。我觉得他们这个系列工业化的进程是内部工业化的一个过程，就它不是商业市场上的一个工业化，就不是你们都用什么方式来做游戏，我也用 ，OK， 我也用，那最后可能就是特别随大溜的那种产品。我觉得现在可能市面上大部分的游戏，包括我们近期几个月内吐槽的一些游戏，和大家玩的可能都是那种工业化的，是外部大市场工业化产品，是纯粹的降低成本的那种工业化。但是 From Software 不是，它是内部工业化。就像我刚才说，他们可能真的有一张纸，我来自己工业化我自己的流程，知道我下一个作品每做一个新游戏就加点，对，都加一点，然后你反复磨合，我也不跟你顶着走，我也来一点。但是其实这个完全的工业化过程是在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外部。而且人们都说，在整个这个商业市场环境下，就电子游戏现在三A游戏已经竞争如此激烈了。对，说实话，复刻爆款是所有公司都在干的事儿。为什么没有新 IP 了？因为他们都想复制自己以前的爆款。是，但是这个爆款怎么做？我觉得不能像圣哥那么做哈，这可以说堆往上堆，然后什么东西都往外弄。就是他们这种，我倒反而是他们这个奇迹，就奇迹在于他们竟然能复制爆款。对，这是多少家公司都很难做到的。不是，或者说像仲青说的，是人家有一个爆款了，我都不要了。对，真服了，我天！这其实还是爆款爆不爆，其实我觉得还是核心那个东西。嗯、咱们聊这么多，就刚才咱们最说的，它这个、嗯、整个这么十几年这游戏里，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我可以表面上这些玩法什么的都在变，要符合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开发的精神。嗯，对他有一句话，就是精神。他本人有一句话，我特别就是觉得作为玩家很受感动，就是说 ，From Software 这个公司的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做出好游戏。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的游戏不好了，这个公司倒了就倒了。嗯，我觉得这愿景特别牛逼，这是愿景。对，虽然我作为这个就是总经理啊，正常来讲是应该搞管理的，人家总经理去当 director， 他连 producer 都不是，他去当 director。嗯，但是就是说我就是愿意做游戏，所以我们这个公司的人我们都是愿意做游戏的，所以这个公司管理反而就是其次的啊。对，做好游戏就是对公司最大的利益。我另外就特好奇他们公司到底怎么管。对，另外就是说，就是这种旗帜鲜明的这个不以市场调研和这个什么，就是对对直接的玩家反馈，对为这个为指导进行那个就是定位策划和开发的这种方式，就是让人觉得特别要珍惜，而且不用你爱护，人东西就是好，出来东西就是好东西。对对，就是这样。怎么办？希望更多人能体验到吧。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个就是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东西外来讨论这些所带着过分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价值在于就是在2019年一款依然能让人觉得我操怎么这么新颖的三 A 游戏，就是啊，这种新颖的感觉我们最近只能在这个独立游戏中。对的，偶尔感受到，甚至我们都已经觉得了，这就是独立游戏的职能，然后三 A 游戏的职能是那个，结果对三游戏职能是在成熟的玩法上，对对对，精益求精啊，对对，他是我的偶像，对不起，他是我偶像，拼完成度，对对，但是人家三游戏里还能有这种大家觉得很新的东西出来啊，好像竟然能干这种事儿，哦，对啊，我就说，怎么办啊？大镖客说他也这么说的，大家不要太在意，是是是。我就经常这个阶段性感叹，就跟只狼自己一样，就是该防他明明能防守，他能稳赢，但是他还要进攻，就是这样。但是确实，就整体上真的比算了。就上次聊大镖客，我也确实吹牛逼了，但是我是赞叹于那个表面上的那个工业化的工业的奇迹。对，我操！但这个是无法言说的，就是这种对啊，就是我就他跟大镖客是个特别好的。对照就是不同的沉浸感的来源，就沉浸感这种感受，这种沉浸的感受，可以是不同角度去实现，和来自于他那种就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就是的一个处理，就是这种。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对，那我还得说这个事儿不能归结他一个人，对，他肯定不是这么多年，包括他这么优秀的场景设计，包括你想说就打铁这个事儿，你想到是的，你得实现在游戏里啊，对。对这个判定啊，具体到动作游戏的这个开发上，其实咱们就是动作游戏本身这个很难上，这个是咱其实这期就没提，就好像是我想到打铁这个事儿，你想想一切都成了似的，你想根本不是这样。对，这个东西要是没做好，这个游戏就完蛋了，对，这个游戏就彻底崩溃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东西。是，
啊，包括就是细条，它可能游戏规模变小之后，它所有精力都放在细条这个整个玩的这个体验。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大多数的 RPG 是它是能堆出来的。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系统崩了，我别的我有数值啊，对，我然后我可以刷呀，我有装备，我什么我数值崩了我可以改呀，对啊，然后对就这种、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不会把允许我自己置于这么脆弱的这个状态下，对，这也是。是在冒险吗、嗯、对，但是他确实做出来了，就是但我觉得就是商业化其实可能下一步还会再进一步吧。你包括比如说可能玩家会觉得说我换个衣服是不是算没有装备系统，嗯，但你给我点换装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游戏的天头、嗯、我觉得就是可以，我觉得慢慢的可以、但这回真的是就是服务性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啊，这个我个人不反对啊、嗯、完全你看他 CG 全都是预录制的，都不是实时的就他就是你换什么衣服别就但忍者你就这个性格你就是不能换，对对对，这其实是玩家的乐趣嘛。对对对对，你不换的话，大家自然会做 mod。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天然的乐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商品化这块，我觉得可以不影响游戏这个本质的情况下，嗯、尽量去服务玩家。嗯、这个是我的，对，很有意思。啊、就是当时雪原出来之后，的感受就是说他，我不能想象他怎么能做得更好玩。你说血缘装备有个屌用，血缘装备有个屌用，但是对，就是为了说，这不就是一种游戏中的乐趣吗？但是只狼玩完以后，我反倒觉得说他还能就只狼之后还能有更好玩的，你让我穿一回孤影重吗？对吧？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人王作为一款就到处学的游戏就比较对，所有的游戏建模我都做了，我都让你都能幻化成这个人，然后后来。第一天出这个功能之后，大家都说怎么没有女性角色？一个礼拜之后，女性角色上线。对，这是服务是是服务性游戏，绝对有态度。对啊，真的是。行吧，嗯，时间差不多了，好，嗯，感觉没聊完，其实没聊完，对，好想聊，我操。对这个游戏，你录之前，我们其实这次是没有任何什么提纲什么的，对对对。然后西蒙还很担心，说：“操这。”不能瞎说，一会儿聊着聊着就起劲了。我说放心，这个游戏绝对打不过的。真是好，对、嗯，希望在评论区里大家多互动吧，是是嗯、都聊一聊有什么看法。没错，嗯，行，勇敢的上吧，对，咱们为民国建、嗯，希望他有个 DLC。大家肯定都没玩够，他们说不是不做吗？没说不，就是暂时还没有提上日程啊。哦、回答是这么回答的，但具体咱们在干嘛？是啊，对，可能在做什么魔幻机甲游戏。哎呦，反正确实还有，我觉得还有很多挺多想聊的，我们就是时间不够。哎，最后的最后啊，我就是还想说一句，就是很多年前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永远不是很希望 From Zero 去老去做什么续作。对，是的，有很多人说就期待血缘二，你玩了智狼之后，你还期待血缘二吗？不期待。对吧？之前还真挺期待，我相信他们的现在大家都很期待《智狼二》，我相信他们下一款游戏一定会也会让你忘掉智狼，这才是好游戏公司。对对对，但是他要有二，我也不怕累，我肯定玩，肯定玩，肯定玩啊！嗯，行，快乐，嗯嗯，那就这样呗。哎，以后有机会再聊，哎，再聊，拜拜，拜拜拜。